第二十五题，体积相同的铅球与乒乓球自十公尺高处自由落下，如图所示，不计任何阻力，下列何者正确？因为是自由落下，所以在相同高度落下的时候，中间的过程的加速度一样，中间所花的时间一样，着地瞬间的速度是一样。虽然着地瞬间速度一样，可是因为它们是体积相同的铅球跟乒乓球，质量不一样，质量不一样，速度一样，动能不会一样。选项 A 是错的，因为我的质量不一样，所以所受的重力不一样，所以选项 B 说所受两者力量相同也是错的。因为动能不一样，所以落在山上凹陷程度也不会一样，所以选项 C 是错的。只有选项 C， 根据自由落体，我们着地的瞬间的速度一样，中间花的时间一样，过程中的加速度一样，所以选项 C 是对的。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两者落地时的速度相同。